泡沫很危险。不就是泡泡吗？干嘛那么稀罕？妈妈，蒂蒂，妈妈出门一趟，你在家乖乖的，帮妈妈看好家哦。妈妈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家里都要整整齐齐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，您放心吧。蒂蒂真乖。小宠哥，我不和你玩了，我要看家去了。我能为妈妈做点什么呢？哎，找到了，洗干净了，妈妈一定会高兴的。先洗哪件呢？就是它吧。没有洗衣液呀。能吹泡泡的一定能洗衣服。这下完了，被妈妈发现可怎么办啊？Titi， 你看见我吹泡泡的药水了吗？就放在院子里的。你要是拿去玩了，就赶紧拿回来，没事的。我不知道。我要把它赶快放回去。
Kitty， 妈妈出门了，帮妈妈看家哦。要怎样才能回家呢？掌握好驾驭泡泡的技术，不然就可以回家了。衣服，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呢？泡泡老是和我作对。你必须学会控制泡泡活动的方向。你教我吧，我学会了就能回家了。你很想回家吗？我想家，我想妈妈了。不要着急，我教你，很简单的。请你现在就教我吧。后面吧。谢谢你，白鹿。要多加练习啊！再见，再见，白鹿，谢谢你。哎，哈哈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先歇一会儿吧，在天空中漂浮可真好玩。欺负我们，哼！我一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哎，哎，哎！我已经
学会飞了呀，为什么下不去云层呢？这样我可怎么回家呀？学会了飞行还是不能自由驾驭泡泡呢？衣服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你看见我吹泡泡的药水了吗？就放在院子里的。你要是拿去玩了，就赶紧拿回来，没事的。妈妈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家里都要整整齐齐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，您放心吧。衣服，我错了，我一直不想承认，可我把妈妈的衣服褪色了。虽然你活了，我很高兴。我偷偷拿了小丑哥的药水，没有告诉他。他找不到着急的时候，我还不拿出来还给他。我想偷偷放回去的。衣服，我真是个坏孩子呀！我想回家，我想和妈妈还有小丑哥道歉。现在妈妈一定很着急，很着急，她一定在到处找我。衣服，我一定要回家。明天你一定要帮我。衣服，快醒醒啊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！我有办法了，把泡泡弄破就可以回家了。可我们怎么才能把泡泡弄破呢？蒂蒂，闪电，闪电！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闪电可以把泡泡劈破，到时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哪有闪电啊？那里有雷声，你可看准了。怎么还是别去了？弟弟，那你要不要回去？一定要接住我！放心吧，蒂蒂，我一定接住你。对不起，下次一定行的。戳破啊！我要回家。白鹿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对不起，我弄不破它，你们再想办法吧。接住我啊！你要自己戳破泡泡。嗯，我今天一定要回家。弟弟好勇敢啊！
哎呀，还是太早了，要再迟一点，离地面近一点就可以回去了。我的泡泡不多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吧，这次一定成功。嗯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洗褪色了，我本来是想帮助你的。蒂蒂，妈妈原谅你了，快回来吧。小丑哥，吹泡泡的药水是我偷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个泡泡再也戳不破了。爷爷奶奶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，再见了。蒂蒂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蒂蒂，蒂蒂。怕做错事情，做错了事情千万不要掩饰，掩饰等于是错上加错，我们要勇于改过，今后不要再犯，这就是归于无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